还同样的输人点，前锋色韵，僵尸，哇，这个强势真的怂，他直接往前跑了。好像没有，好像是，他就直接往前跑了，怂，怂的一批。要杀就找来杀吧，不能拖。假设这边是冒险家过来救，上次冒险家他带了个怀表，他过来了，把乌鸦了，救不了了。好疼啊！哎呦，完了！修不完，还有一个魔术棒，估计分身考位了。
这电机是没对应器的，我就知道，这是贼烦。我还得跑到教堂里面去拿对应器，然后我才能锤人。然后还要装，装的时间别人都转点了。这是谁啊？我说，我去，这个纹身。还吸不吸？看不到磁铁用了。应该还有一个。贪，贪得很呢你。这压吧，以前打魔术师是抬狙，然后给他一刀，太不稳了，所以压的好一点。开不开酒？哦，
一把输一把的，好不稳定啊！然后这边又有一台电机，我不去了，都大王子了。我看见吃爹了，直接把板下了。 快点下了，应该这台电机是佣兵，不能魔术，不敢拉呀。这个本身可以。 丢了。 挂了，不然他要起来了。
自愈了。钻头还在，第二名是佣兵，然后这边是最后一台，打算要死就了。到了，有没有怀表的不来救啊？这碗面啊，这个娃娃我看见了，还好，把娃娃推了。我还是装个封印吧，不然我觉得他开太快了的话，门他等地窖了，他没开门，好像哇，这个判定我真的是杀人，幽冥战头没消，打倒就行了。我还需要捡一个蒸汽器啊，对吧？然后把佣兵打一下，去找一下那个就行了。我都看见血迹了。开门，不开门，那得往哪走啊？切的边边往左边走啊？再捡个蒸汽器，他也没往左边走啊？都蘑菇了吗？在拉闸，那赢一把输一把，赢一
一把输一把的，平局都爽，一点都不稳呢、啊。 万个风衣啊！我这边得抓结石，结石是怀表。走走吧，靠走，挖垃圾出事。 哎呦我去！还在这玩手机，我天！ 哎呦，满配打娃娃！嗯，不少了。
前方呢？希望他修不完。修了，修了我装东西。他在这里啊。